华尔街传来消息，马云控制的海外家族信托抛售阿里巴巴的股票，价值超8亿美元，这是什么信号呢？都难，都难，都难，现在都难。大家好，我是顾颖琼博士。很多人恐怕都注意到，昔日爱说爱笑的马云，已经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很久了。我们将会一错再错，一错到底，捞的时候捞死，旱的时候旱死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目前的马云主要生活在西班牙和日本两地，对外宣称是研究当地的农业和养老产业，而他本人也在法国买了酒庄，美国买了公园，西班牙购置了住所，还有一艘叫蝉的大游艇。大概8年前，天涯上有帖子就预测2023年是马云的大凶之年，需要低调才能避祸。我是不信这种所谓的算命之术，但是我熟读历史。唱歌，状态不对。我前天还差点妈的死了，是吧？为什么呀？药物中毒破产，我不好说，我差点。觉得马云如果离开了这块他发迹的土地，就会变成无源之水，无根之木。我想说，回来吧，马云，我们依然爱你。不要忘记，你是在这块土地上才能发达起来。也只有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才真正的关心你。马总，你喜欢女演员是谁呀？从小我就想问这个问题，到现在我都不敢。